1922年，万氏兄弟创作广告动画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开启了中国动画创作的大门。100年来，中国动画片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上，萃取民族民间艺术精髓，为几代中国观众留下了梦幻美好的记忆。今年，国家大力发展动漫产业，更多可爱的人物形象从原创动漫精品中走出，深入人心。今晚，王牌家族将化身中国动画经典角色，沉浸式体验动画创作的乐趣，感悟创作匠心。走大熊二，别跑！别跑！那等等俺，一会儿光头强追上来了。俺可不怕啊，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他，保护森林啊，熊熊有责。你们两个狗熊给我站住，惹我光头强揍你没商量，惹我光头强熊熊变绵羊。哎呀，你不要给我嚣张，今天咱们森林里面举办动漫展，来了好多经典动漫人物，有人收拾你？谁？我就不信谁能收拾我。我告诉你，这不就来了吗？别看我只是一只鸭，你才能为我变得更小，天空也为我变得更大。天哪，他们都长大了，长这么大了。您二位才是熊大熊二吧。我是青青草原上为睡觉而生的高贵的羊。我是青青草原上最美的羊。看到没有，小宋，他们俩早就已经进入这个角色当中了，快用 vivo S12 系列手机给他们拍个照。接下来马上有请下一组。哇，要离开修罗城，你给得了我想要的吗？相公，我来救你了。混进去一个什么东西？奇怪，一山不容二虎。一山不容二虎。我是牛头帮主。那是一只牛啊。无论他在世间何处，无论他还记不记得我，我都要找到他，因为我记得，我记得。哇，可以。我们宝清坊法宝的锻造功法，你要知道，天下生意有来有往。哇！我要的，你们给得了吗？哇！好像啊，好像啊，小童。可以。来，我们接下来换下一组。哇塞！黑猫警长，跟我来。你们别枉费心机了，快投降！快投降！这年轻人果然有活力呀！我是森林里大名鼎鼎的黑猫警长。我放弃一点山崩地裂，你年华已消落，洒满天空，让我爱过。除下一招，进退是两难，所谓虚无是同归来。能放出潮起潮落，原来一无所有。非常正式的掌声欢迎一下虞书欣、杨迪、月月和黄明昊来到本期王牌对王牌。美羊羊，你怎么让齐天大圣给你拎包呢？这么不想拿？我们俩之间不用你管。你串动画了你？这森林里果然很乱。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样一场比拼，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啊。因为今年呢，2022年是我们中国国产动漫的整整100周年了。哎呀，希望在大家寻找童年快乐的过程当中，也把国画动漫这个精神可以很好的传承下去，我们整个让大家身临其境的来感受动画制作的一个全过程。接下来你们会接受一系列跟国产动画以及动画制作相关的考验，争夺最佳国漫社团的荣誉称号。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口号是王牌家族水土
不服。我们豪华阵容今晚绝对称雄。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在动画创作的过程当中了，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制作过程，今天特意请到了一位国产动画专业人士，行业王牌 ，vivo 王牌时刻。接下来各位，让我们掌声有请《白蛇缘起》和《白蛇二：青蛇劫起》的动画导演黄家康导演，有请。实力见证王牌，时刻记录精彩 ，vivo 王牌时刻。黄家康导演的《白蛇缘起》入围了有动画奥斯卡之称的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而《青蛇劫起》更是获得了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被誉为国漫新标杆。影片《白蛇二：青蛇劫起》代表了目前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水平。Hello， 王导这边请啊，欢迎。哎，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动画导演黄家康。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动画和普通的这个我们的影视剧作品它有什么不一样没有？动画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的人物角色，我们的人物呢是设计师去设计出来的，所以我们想设计什么东西都可以，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限制。今天呢，我带来一个我们当时设计的一些图片哈，这是小白当时一个形象。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些线稿，然后呢，因为我们想表达小白是个很比较古典优雅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加了一些，比如说这丹凤眼啊，然后嘴巴可能比较有弱感的感觉，来去表达这种个性。同时呢，我们在电影里面有不同的形象，分别就普通的版本，然后是狩猎的版本，然后这个是一个半人半蛇的版本，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致敬这个经典，我们白莲池那个形象，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形象的一个版本。所以我们动画片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形象，然后这种形象其实都可以按照我们的需求去变化。今天您觉得哈，舒心和小童这两身怎么样？我觉得都太像了，就是我想象中，假设生活中会遇到这个人物，就是这样子的。谢谢。那导演，我俩这个，我觉得是，对，特别像哈，特别像。导演，您看，还有，这是第二部里的，这个太好玩了，我觉得太好玩了。这个角色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他蹲不下来，月月能蹲下来吗？他本人也蹲不下来，所以特别符合这个角色。那就好。那么在今天中国动画百年之际，我们也要考验一下大家记忆深处是否还可以活灵活现的闪过每一个经典的造型和画面。好，考你们来喽！哎，黄导手里拿着东西，黄导拿了手办。哇，黄导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这个是我们在《白蛇缘起》里面那个小白小青。刚刚我们前面黄就看到我们是设计图，对吗？对，其实我们会用电脑把它制作成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呢，现在看上去呢是不能动的，所以呢，我们有绑定式呢，会把它扎成骨骼，这样的话它才能动起来。哦，真的是可以动的，哇，好厉害，哇，哎呦，建模很难喽。我们也要考验一下在座各位同步协调作战的能力。第一个挑战叫栩栩如生，来吧。嘉宾在传送带前根据题目接力进行粘土创作，最后一位嘉宾需要根据传送过来的粘土形状进行猜题，猜对题目多的队伍获胜。黄导，是不是动画动漫一开始制作的时候也是需要拿这个粘土来做建模的呀？其实早年呢，我们看到粘土的定格动画也会有这个制作的。那我们现在做 3D 动画呢，也会用粘土去简单从二维先判到这个实物这个造型是不是可信的。所以我们在做白蛇青蛇做电脑做之前呢，也会用粘土去制作的。也会做一下啊，所以这是建模的必经之路，对不 对？好，王牌家族选谁来猜？腾哥猜。哎呀，哎，小猫小狗。哇，这谁捏的？谁捏的猫和狗啊？我和贾玲，绝对不是你。准备好了？
请看题。哦哟，哇，挺难的。这都咋捏啊？捏那个风火轮。你不会只负责。花花的创作时间即将终止。哦，花花哥这个捏得好。小童，你那是个啥？脑袋。这啥呀？啥呀？那是啊，你们那是什么？肚兜。哇，乱来了，化学金属。哇塞！哎，开始乱来了。哎呀！啊！啊！天哪，腾哥！我去看一下。我已经看不懂。时间到了，哥。我这还能看出来点，刚才那是啥也看不出来。已经传递过来了。心疼贾玲姐。刚才捏的那猫和狗呢？换人了。玲姐，好好看看。蛇。哦，有那味儿了。引蛇出洞。葫芦娃。不是这个，你要仔细，你要拿起来仔细看看，这个这不是蛇。哦，这是个龙啊。天哪，是龙吗你？对龙。是龙。龙和龙虾。这还能看出来点，刚才那是啥也看不出来。龙虾，这不龙虾吗？对，钳子都掉了，有点像龙。我，你可以把它立起来看。大闹天宫，这样立起来看。对，这样的。对，这样立起来看。不是这样，反了。反了吗？这是个龙啊，哪吒闹海。来，就想立起来。不是刚才那只猫和那只狗，这只猫和那只狗，三天捏出来的。但是那两个环救了人，真是精髓。他一直想让人站起来，我特别不想让人站起来。这个风火轮还可以的，答对了啊！哪吒闹海，来两队互换。你们就在我的基础上想办法。真的吗？我这耳机戴不上啊。你戴那个耳朵上也行。请看题。哦，这个好捏，这个太好捏了。这个太好捏了。你这个，从头算怎么着？差不多了，用虞书欣的拼一把，真的吗？这个捏的真的很好。抱着你们组的这个带着团魂的作品啊，带着小蝌蚪找妈妈。哇哦，从哪儿看出来的？小蝌蚪吗？大青蛙吗？那这个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虞书欣捏的大的，他说这个是妈妈。我是妈妈。傻子，你是妈妈哪有大的？妈妈是青蛙。妈妈是青蛙。哥哥。这是妈妈我捏的。那个游得快。那也行了，也行了。对了吗？厉害，对了，因为还是挺明显的。对，很明显，很明显的。但是这个妈妈真的是。来换一下，继续。没开工呢，没开工呢。
说吧，来一碗兰州拉面，拉细点啊，拉细点，到上面来一份啊。不行，这得有油。我们是同一家面馆的，还是几个面馆玩竞争？来换一下，林姐第一棒，请看题。哇，好难，这难了。这个我觉得，但也不一定，就看这个是考验他们的那个团魂了哈。我已经够奉献的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哎，这死也猜不出来的，猜得出来，猜得出来。这能猜出来？这不可能。能，还差你一个人。这儿呢？啊！那我上来，你走，可以。人不用过安检，行李过就行了。这什么？来，端子，我们到前面去。哎、你怎么破坏我们的作品、啊？破坏我们的作品了。来，端子，我们到前面去。你歇着啊，你歇着，大哥歇着。我得在呀，我是作品啊。好，猜一下是什么？其他人不能给任何提示了。这个是啥？哦，就像那个《超能陆战队》里的那个大白。你都这样说了，肯定不是。他没看过这个动画片吧？可能看特征，看这个特征。哦，小羊与灰太狼。这个，好吧，掉一地，笑死了。就我，就我没动弹。这是我。好，结束。最后答案是三、二、一。来，最后答案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耶、yeah! ！谁？那腾哥是那个大头儿子？这不是小头爸爸？那腾哥为什么在那个传送带上？为什么？下期这个看看队伍里面还有其他很不错的小伙子，很不错的小伙子。完了，这会儿想起来。对不起，答案是什么？王牌下次。快，给你3秒钟，赔礼道歉。我由心的对不起大家，由衷。他们叫什么蛋团来着？什么蛋团？时代少年团？什么蛋团？时代少年团团长啊！团长，一看就是文工团什么的，当文工团使了。来换一下，期待杨迪老师的作品。给虞书欣捏的，不能太过分。来啊，请看题。哇，这个好，这个也不太好捏。你这是带着私愤，这就捏一个刚才我那个就好了，然后捏一个桌子。哦，哎呀，你真是，对不起，我打乱你的思路了。没打乱，但是哎呀，这弄不出来了，算了，我来。两根缝，那个眼睛是两个缝。嗯，啊，可以把孙悦捏在旁边，可不可以？哎。还得看人家月月自己的，你看，哎，对，你咋？单起了个炉灶，来不及了，你别搁那揉了，月月。这很难，太难了。这很艺术。这是雪山上的一条狗。好形象啊，虞书欣。
这个很容易猜。对，这个你要猜不出来。哎呀，这个真的很简单。你到前面来猜，队友不许跟过来。这是什么？蓝猫淘气三千问。这是蓝猫淘气三千问。不对，不对，五。猫抓老鼠。仨字儿。细节，注意细节。注意细节。这确实有点像只猫。大耳朵图图。不对。蓝精灵。不对。你肯定看过。他在睡觉。哎，这个睡觉也是个细节哦。对，他有可能不是在睡觉，有可能他眼睛本身就那样。牛魔王。很接近，很接近。最后一个答案，我告诉你，无限接近。牛魔王、花果山、水帘洞、铁扇公主。三个字。扇公主、牛魔王。他眼睛有可能不是在睡觉啊。不是动画片里的，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人。最终给一个答案，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人。牛魔王的大名。牛魔王的大名叫岳云鹏。算了，他不认识他，他不知道你叫岳云鹏，他不知道。可能真的。他叫什么名字啊？岳云鹏。谢谢谢谢。这轮游戏最终双方打平。只看不过瘾，那就下载会玩 APP， 随时随地都可以玩到王牌同款聚会游戏。常说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国漫的经典，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一位花花九零后的小伙伴。哦，他们将会合作带来一首九零后、零零后心中非常经典的动漫的主题曲。哦，让我们有请上闪光乐队中的巅峰鼓手胡雨桐。来，胡雨桐。王牌对王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鼓手胡雨桐，来自闪光的乐队，谢谢大家，欢迎胡雨桐啊！你今天扮演的是？今天扮演的是《斗罗大陆》的奥斯卡。哦。那接下来呢，就有请花花和胡雨桐带来这首无数人喜爱的《斗罗大陆》的主题曲《破茧》。世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流年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几成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局已被撕裂，重回到十九层身边。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辗转时空会挫伤，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三角英雄抬头，乱云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机会命运的诅咒，让不死不休，不魂在放肆狂涌，守护你一腔孤勇，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从退。现实无路可逃，绝望将希望缠绕，一记就无所谓的笑，左吹胡右手的草，生生的烈焰出鞘，绝处逢生今朝拆招，抬头乱离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机会命运的诅咒，
王牌自护卓瑞不凡，飞鹤新飞帆卓瑞含乳铁蛋白和十倍益生菌，给宝宝王牌自护力。接下来进入飞鹤奶粉王牌卓瑞自护时刻。花花听到现在有什么想向黄导求教的吗？我就想知道动画里面有那种面部表情的设计，他是要请专门的演员来去演吗？我们每个动画师他工作里面呢都有个镜子，他每天都先看着这个表情去挤眉弄眼去看看这个表情啊，然后演不同的版本间我去挑啊，觉得这个才对了我们才开始制作。在青蛇节起最后一个镜头，小青，哇塞，我们是花了最多时间去表现他，因为这个镜头是最能表现他们两姐妹去重逢的一个镜头。这个很难，很多层次的细节。对，那个版本是做了50多遍动画师啊，他一直在演，他也要哭，不停的哭不停的哭，去揣摩这个情感。这个动画师他已经做得麻木了，他说导演我都不要该怎么调了，就我们在看的时候都哭了，就哎呀对了，因为我们都觉得被感动了。刚刚只看那么短短的瞬间都有挺感动的，就有那个情绪在。我们希望呢他去演绎，去感受这个人物。狗也有人演。哇，我们走吧。哇，右上角就是我们两位动画师去真演出来，他做出来才会让观众觉得这个角色是真实的。嗯，再来玩一个健身的小游戏啊。小度天天的健身镜有非常多的健身课程，我来试一下吧。小度小度，我要跳舞。在哪里啊？就像舞蹈教室一样。让我们向前。好厉害啊，教的挺好的，真的教的挺好的。4、3、2，跳的感觉怎么样？哇，好，我都有点出汗了。除了各种精彩的角色和故事呢，国产动漫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就要通过一个才艺秀来回顾一下80后90后记忆中的动漫金曲。首先有请小宋为我们带来宝莲灯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想起你我的离别，下雨打湿孤单的屋檐，秋叶飘落思念的红叶，冬雪转眼又是一年。谢谢小宋。咱们这期的主题呢是国漫 ，Pico Neo 3 VR 一体机为节目组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是和绘画有关的。哇，是我们王牌对王牌的 logo， 巨漂亮，非常震撼，很立体。我看看，有三潭印月、断桥，
哎呦，我看到了，哇，雷峰塔，哇，这是西湖美景全部尽收眼底，巨好看。哇，还有荷花，啊，还有鹤。你们是不是画画了？感受了这个 VR 绘画的魅力，特别神奇。戴上之后，感觉自己就是神笔马良一样，创造欲满格。在里面画了个小心，我画个心在这里。在 Kiko 女友三里面，想象力是没有限制的，一定要亲自试一试，才能感受到 VR 的魅力。Pico 呢还有很多又好玩又可以消耗卡路里的运动项目，上电商平台搜 Pico 领取专属福利。玩 VR 选 Pico， 现在下单免。好，在您看来啊，两部电影当中哈，最难的一个场景是哪个？啊，最难的一个场景就是一定要说到我们在开场时候水漫金山这场戏啊，因为当初在做这段戏的时候，觉得水漫金山是个扎神酷小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场面嘛，所以我们在今天肯定希望能表现到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一个层面，所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最多的，所以只要有一点不自然的地方，观众会觉得很假。但是我们这个水漫金山其实它关系那个法术，它是反物理的，我们让它在空中停留，但是它流动，你刚跟别人说这个效果其实大家没有概念的，所以我们不停要去用技术去解决我们这种艺术的需求。同时呢，这种层面其实在国内国外其实也很少见，我们找不到任何参考，所以我们只能是靠我们的这种意志去时刻尽量把它做好嘛。我记得我们这个镜头是从我们项目开始到结束都一直在打磨，足足打磨了三年。我们要去制作一个90分钟的电影，它一天每人只能做一秒钟。对，所以其实是花了很多心血去才能把它完成。其实也很感谢我能遇到一群那么用心的团队，我们一起都是喜欢这个东西，希望能用最大的努力去打磨。其实我们很多同事就全生活都牺牲掉了，也是为了让观众觉得哦，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是有价值的，然后能留下一些美好的作品。嗯，你的认真他们一定能看到的。对，刚刚通过黄导的介绍，我们感受到了啊，团队当中每一个环节缺一不可，必须要非常默契的协作，才能够诞生一部好的作品。送给大家一个获得时间的机会啊！我说特征，来猜一猜是七猫必读榜上的哪本小说？我给你们两个提示啊，第一，它的书封是有动漫感的，在他的深情中陨落。感觉姐最爱看的书，现在在七猫必读榜是排第一名的，第一桐树诗，那肯定是在他深情中陨落啊，它也是在我们七猫必读榜的年榜第一。那你错了，是这个吗？我最近正好在追第一桐树诗，这才是三月必读榜的第一名，我昨天还在看呢啊，这些都是我最爱看的书。七猫必读榜三月排第一名的小说《第一桐树诗》，我就说吧，《第一桐树诗》很好看的，三月排上去了。是的呀，讲的是啊，少女拥有炫酮的超能力，能够召唤万千灵兽，非常的霸气，一定要上七猫看。没错，七猫的口号就是免费看书100年，从第一章看到最后一章不花一分钱。不知道看什么小说，就上七猫必读榜，本本都好看。那既然双方打平了，就都获得加时的特权了。下一环节就对此来有针对性的进行考验了，叫做齐心协力。根据所给的题目，两队队员依次用5、4、3、2一个字数来进行回答，回答不出或回答过慢，则队友需要接受淋水的惩罚。谁接受惩罚？要不然要我去吧，我去吧。怎么那么多人去呢？别，你是女生，于淑欣，我来，快去坐着。但是你们坐前面，我在这儿死定了。算了，我来吧，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看人家，那我们王牌家族派谁呀？哎，这两个人真是懂事儿，太主动了。要不姐姐来吧？来呀。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了，很多题目都会和动漫以及各位相关，腾个五个字啊，做好准备。5、4、3、2、1。没事没事，答不对，希望弟弟妹妹们体谅就好。王牌家族，请听第一题。请问，腾哥最适合演什么动画人物？开始，五个字。金刚葫芦娃、哪吒闹海、猪八戒、悟空、猪。真解恨，我听着都解恨。里面有问题哈，适合哪个动画人物？哪吒闹海。哪吒闹海是动词。对，适合哪个动画人物？哪吒闹海，就牵强。闹海吗？闹海是个人，你们不知道吗？
行吧。做好准备啊！小时候妈妈不让你看动画片，你怎么向妈妈撒娇？开始，五个字。给我看看吧。就看一会儿。就看一会儿是五个字。五个字，娇娇。娇对不起你。抱歉抱歉，忍一忍，紧张紧张。一个四川人非要说北京话，就是啊，一会儿会儿。我想考验一下王牌家族，哎，作为一个销售员，考一考你们，怎么样向顾客很好的推荐 vivo S12 系列手机？拍照很自然。我接个四个字，一亿像素。好啊，很轻薄。腾哥两个字，买它。可以。林姐一个字，好。通过这道题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我们对 vivo S12 系列手机非常了解，已经被 S12 实力圈粉了。种草了种草了，恭喜王牌家族答对这道题，也恭喜小童小宋在后面依然保持着干爽。接下来我们请林姐用 vivo S12 给小童和小宋一起拍个照，感受一下 vivo S12 先锋影像旗舰的魅力。趁着你们这会儿妆发还挺好，先拍点吧。对，因为它主摄有一个亿的像素嘛，所以会非常清晰。待会儿你后面那个狐狸都要后面就这样了，真的都这样，装一盆。来拍二位大长腿。 vivo 怎么拍都好看。趁我没时间给我拍这个，我给我一会儿给我儿子看。你是什么羊羊啊？喜羊羊、暖羊羊、懒羊羊。爸爸是懒羊羊。Hello。阿姨是美羊羊。请问花花最希望拥有孙悟空的什么超能力？五个字。耳朵金箍棒。耳朵金。这个耳朵金箍棒是啥？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耳朵金箍棒谁听不懂啊？我听不懂啊，听不懂。四个字。36G。人家那是72变。花花最想拥有孙悟空的什么技能？36G。不是，他说了一半，他后来才72变呢。对。他36G，那个 G 指的是36个技能，一个技能是两招。哎，给你能掰的。你们自己服吗？你们自己服吗？我们自己糊弄自己，还糊弄不过去吗？舒心听题啊，如果你是蛇精，葫芦娃跟你说什么，你才会把爷爷放了？开始，五个字。给我买衣服。烧你洞府。真可爱，帅哥，帅哥，帅哥，你这个过分了。不是你跟爷爷说，是爷爷跟你说。蛇精把爷爷抓住了，帅哥，蛇精就给放了。为什么？我以为对爷爷，给我个解释。我以为对爷爷说，对爷爷说帅哥。于书欣又第一问就撕了。好透啊，这次教的。我是不是站得太实诚了？黄明昊要不要换鱼？要换，要换。换我，换我。我来，我来。我不行了。换我，让我来吧。我们可以换吗？你们不要换换吗？你们答题答得可以，你看看这两位。你们凭什么说你们可以？丝毫没有想动的意思吗？这俩像玩通宵一样。这样，先下来一个，一会儿完你俩。你俩换班，轮着上，你俩轮着上。真的，换一个人，换一个人。你这样，你在后边点名点将，不要让他们看到，他们看不到你，你告诉我就行。听你的吧。啊，听我的。选哪个？点兵小公鸡点到谁，我就选谁。刚不是应该？腾哥，花花。好。啊，腾哥，花花呀，花花呀，哎呀，选了花花。真是腾哥。人家点的是你，不可能。腾哥太狡猾了，加油啊，花花。花花，你可以的，花花。花花，这身衣服我跟你说越来越沉。糖水，这身衣服。请听题，说出一句《西游记》的台词，开始。哇塞，这有点难啊。师傅，你在哪？
妖怪，别走！紧箍咒，吃力！也是一个字。啊啊！不错啊，不错啊。你一个师傅一个师弟的就来回喊呗，那也没办法。师弟，请听题。小蝌蚪在路边问月月，月月哥，我妈妈在哪儿啊？月月该怎么回答？开始。反正我没吃。四个字。你没事儿吧？在家里。那儿看看。哦、oh. 哎。怎么回事？翻车了。那儿。那看看，请听题。灰太狼没抓着羊回家，怎么向红太狼交代？没看见羊群。羊群在哪儿？哪儿？来零。哪儿？儿化音。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羊群在哪儿？他是湖北人，是的，湖北人。怎么羊群在哪儿？白喇，白喇。我那就看一会儿。你那会儿可不行。哪儿行，会儿不行。喇是可以的呀。湖北人说哪儿就是说的喇。确实，湖北人确实说喇。是的，是的。羊群在喇。湖北别的我不知道，确实说喇。小东，三个字。应该吗？应该吗？哎，这个可以。来，两个字。瞎呀。一个字。这没咋的，他媳妇刚吃完，吃完了，他媳妇刚吃一个羊，不是，这有什么问题吗？总算抓住了，没抓着羊，打什么宝？没抓着羊，出来过来以后、自己吃完了。但是我们的题目是红太狼怎么说的灰太狼，你这个我都不愿意帮你圆了。不是，咱俩换位置，别总我最后一个字儿，你最后一个字儿来。一个字儿那玩意儿咋说呀？请听题啊。沸羊羊向美羊羊表白，美羊羊该怎么拒绝他呢？开始，五个字。我不喜欢你。那可不行，你不配。哎呦，拒绝。什么？这啥？这就是浪的拒绝人家。拒绝。不符合题面。我很礼貌，完了我也很含蓄，我也不知道你想，你也不知道啥。这个唐哥这个发音其实是咩，但是他就这样了一下。他就是相当于洋语咩咩，对咩咩啊咩。下次也给我们一点解释的时间行吗？我们这儿太快了，这人对、哦、我们还没解释呢。来，听你们解释。杨迪，请评价猪八戒在《西游记》中的表现，五个字开始。什么都没干，就吃东西，很棒呀！睡懒觉。哎，我这是两个。Oh no！ 我来，帽子摘了，来。对，或者杨迪，你帽子不摘，你稍微仰点头也行。我摘了吧，我宁愿摘，我这样仰着头。哎呀，我头发都快干了。来。小时候妈妈下班回家检查发现电视机是烫的，你怎么解释？开始，五个字。为什么这么烫啊？嗯。你是谁呀、啊、哎呦，才七个字儿。连演都不演一下了是不是？你就直接何必弄那么大一圈呢？你就直接让泼我得了呗。王牌家族同样个问题，电视机是烫的，怎么回答？五个字。是不是漏电？问我爸去。不知道。漏电。妈。妈。哎，这个镜头，多少孩子真的是童年是那肯定的，这就特别像我。不解释了。有要换人的吗？没有啊，还去啊？那你去啊，你去啊。哎呀，我来。好、啊，去啊！没一个人拦你，自己演了一段戏。快坐，弟，快坐。所有人都等着你迈出那只脚呢。我来。请听题啊，做好准备啊。
小时候考试成绩不好，又想让家长签字，怎么办？开始，五个字。妈，我下次改。哦，下次满分。分分。来，分分。下次满分。分分不行，满分。哇，这也不行，不行了。我真想拿把小刀分分的那种。下次满分。可以分儿，他说的是分儿，不是你比如说我们在考试卷上写的时候没有人写的是满分儿，但是在哪儿是要写一会儿是一会儿，表示时间更短一些。对这都能过解释过去，没有天理。王牌对王牌，我真的觉得腾哥和花花的解释非常有道理。小宋三个字。没考好。没考好你就认了呗，就是很坦诚是吧？是，两个字。我改。一个字。妈。哥你的童年站起来过吗？上学也得站起来，在家一般好像。通用，你这妈通用。不是问的都是惹祸的事儿，他也可以换娘，也跪那儿。而且玲姐刚才五个字的时候是什么？我下次改、啊，两个字是我改。词语匮乏，你知道吗？自己哄自己玩，关键是到他这儿全通过。月月，请听题：如果牛魔王加了你的微信，你会用哪几个字跟他打招呼？五个字开始。妹儿。快来！你连我是岳云鹏都说不出来是吗？你加他微信，我是岳云鹏，我黄明昊、余生鑫、云鹏、浩，我帮你们。我想抖一包袱，但是就没抖出来，包袱都在我这儿。我们这儿没有到过一个字儿的时候。要我命了，我眼睛都快睁不开。我来。舒心，请听好，黄明昊是金刚葫芦娃的第八娃，他的超能力是，开始，五个字。变帅，大魔法。展现魅力。三个字。分身术。起飞。滚！滚！啥？这不怪我，是有个人在我旁边。八娃，你是什么？这也是招数呀，往地上这样子。对呀，等下我们的超能力是滚啊，没有问题吧？哎，这问题在哪？滚不是超能力，滚得比人和人都快。那就你得说滚得快。我去。哎，等一下，我们家族是不是应该偶尔让我们三个三小只坐到前面来，冲到前线去？孩子确实腿也站累了。哦，这样吧，给搬俩板凳过去。我觉得我们家族投票了，同意腾哥跟玲姐去后面偶尔感受一下后面的临水的感觉，请举手。哇，三票赢了，我们外人都看不下去了。我代表观众朋友们举起了这只手。你举双手是吧？我没有啊。哎呀，我举了双脚。哎，你们团呀、啊，还有可多很可爱的小男孩。哎呀，那你去吧。异口同声啊！来，恭送两位。我陪你林。小童，腾哥最想加哪个国漫人物的微信？开始，五个字。应该是悟空。齐天大圣。小毛驴。蛇精。鹰。你们仨真是都不带故意错的。那再来一轮。再来一个吧。别来了。这样吧，刚刚那个题不算。来，再给他们一题。再给一题。
主动要求再加一题，完了 你答应了啊？你现在又想走哪个路线？又发火的那个路线？更年轻路线。新生一届要走这个路子，现在就是招数用尽，今天不灵都不行。准备好。小时候如果被小朋友欺负了，你会怎么做？五个字，开始。我好讨厌你。好讨厌你。讨厌你。厌你。你。哥哥，太伟岸了，你的形象。就淋了一下，你跟我商量干啥来了？哎呀！没考什么，光头强，平时瘦得快。人家挡一挡胳膊，你这也弄的。哎呀，不好意思，刚刚刮掉一点东西了。跑得太快啊，风给带掉了。风太大了。这轮比拼结束，最终获胜是王牌家族。快坐快坐快坐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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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老杨洋给弄的三个人竟然开始啊反抗了好早该这样几季了还弄这游戏太好玩了没玩够啊哎呀你可以用那个会玩 APP 啊王牌家族的聚会玩法会玩 APP 上都有同款像这个你演我猜你画我猜等等在手机上就能玩了，真是个宝藏 APP。对嘛，操作特别简单，叫上好友，随时随地就可以玩一局。大家也赶紧下载一个会玩 APP 吧。好，哥哥终于有了这个花花小童和小宋日常的一些心理活动。接下来，便有请小童和黄明昊带来黑猫警长。警长，警长，我是白哥，怪物的巢穴已经找到，出发。也可以低声音你摸快乐坚持里抓到出讯息你给我们的爱到生活安宁小童和黄明昊相信电视机前的八零后听到这些歌曲应该是回忆满满了哎光头爹你老板呢哎呀最近要发工资他又消失了哎呀给你老板推荐一个好帮手进货发工资不用愁资金要周转就找杜小满现在下载 APP 还能领来到最终验证了啊这个面前有四个大小不一的盲盒每个队可以选择两个盲盒因为王牌家族获胜更多所以可以优先选择盲盒我们选两个小的你们是客人哦这会儿想起来我们是客人了来给你们盲盒的每一层上面都有一张国漫海报两队要 PK 谁拆到的国漫年代更久远每拆掉一层则即刻作废每一个盲盒里面藏有一个危险的炸弹爆了这爆了拆到炸弹的话就整盒作废这个太新了大圣归来哇哎呦这个老了这个好稳稳一点呗拆有点害怕拆不拆了
哇，大闹天宫，大闹天宫早。你看他还专门写彩色动画片，意味着那个时候彩色都是比较罕见。哎，干嘛？他们输了。这个很牛哈，这个绝了。他们大闹天宫，大闹天宫比谁老？拆。这个还有，拆。你手气好一点，你拆。这太新了。哎呀，哪吒，再拆，再拆，再拆，给他拆拆爆为止，拆爆为止。哎呀，哇，墨片，这个我都不知道。哎呀，为什么是黑的？哦，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这个好像就特别特别早。太好了，就他了。哦，还有一个。哇，兄弟们，哇，小个子长毛了。别拆了，别拆了，这个早。我觉得那个很早了，水墨画，不行了，太柴呢，不要太贪婪哦。这都魔童降世啦，我们拆的越拆越新。那没办法了，你们现在魔童降世肯定赢不过我们了。我们赢了，我们也是。来来，我们的乌鸦为什么这么黑？你们呢？你们选了哪个？小蝌蚪找妈妈。哎呦，好新的动画片哦。不说别的，小蝌蚪找妈妈我们都看过，这个谁看过？乌鸦为什么这么黑谁听过？不好说。哎，那我公布一下这两张海报啊，输队要接受惩罚。其实所有人在节目播出当天都要发微博。好，只是赢的那队我们将会以一个全新的正面积极阳光的动漫形象来发微博，而输队将会以反派角色的身份把自己扮上来发微博。我扮杨迪好了，先说。乌鸦为什么这么黑是彩色动画。哦，对，你想那个乌鸦是彩色的。小蝌蚪找妈妈是水墨的。哇，小蝌蚪找妈妈1961年。哇，稳了。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彩色的1956年。哇，恭喜王牌家族获胜。其实四个盲盒当中有一个隐藏款没人拆到。把这拆了，拆了，拆了，拆拆拆，看看，你快看我说什么啦。这是什么？读出来给我们听一听。哎呀，书镇东华文打字机，就是料到我们这里不敢拆了。书镇东华文打字机，年份，哎呀，1922年。哎呀，我就，但是到这儿不敢拆了。100年前就是它。哇，哎呀，这就是中国动画100年的由来。那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广告片，但从它开始，开启了中国动画的一个萌芽。从1922年到现在整整100年的时间，中国的动画走过了百年，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哇塞，我看看哪个我看过。没头脑和不高兴62，好想回去找回去看看。这些画报浓缩了中国的动画电影的百年历程，好多好经典的，真的。对，接下来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一部这个动画片。我最喜欢的一部动画片是我为歌狂。当时我看的时候是6年级的时候，所以那会儿看完会很向往青春。我小时候最爱看的国漫应该是《宝莲灯》，它里面的音乐非常好听。哇，我里面所有的歌我基本上都每天都在听都在学。我记得里面其实有一首歌是我印象当时特别深的，它是呀啦嗦啦嘞。这有点原生态的一个音乐的一个音乐形式的一个歌，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哦，原来我们中国的这些原生态的音乐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这种让大家觉得很
不一样的那种千变万化的旋律。黄导，以后您再导那个国漫的时候，跟花花约个主题曲。哇，那是太好了，我特别喜欢花花，然后希望可以帮我们多点做点音乐，一起搞起来。我也很感兴趣。小松，你看啥的？我小时候喜欢看一些动画片，的《熊出没》还有《国宝特工》。大耳朵图图，它就是一个个小故事，它就有很多大道理。《一人之下》这部片子里面有很多是跟我们中华历史文化息息相关的。我是喜欢黑猫警长，我就从黑猫警长，虽然他只有五集，从他那儿不仅可以了解故事，还可以学知识，从他这儿开始知道武螳螂会吃掉自己的伴侣。哦，对对对对，河马和犀牛是因为身体缺乏某种元素，他们要吃红泥来补充身体的营养。然后宝莲灯，我听说中央六台要放，我那天就是回家守着那个时间段，用录像带把宝莲灯录下来，看了好多遍。然后里面有一段词儿，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那个骗人那个，走走走，游游游游，不学无术我不发愁，对，逢人不说真心话，这个那一串记得特别清楚，所以感触非常深。嗯，月月呢？其实这些动画片基本上我都没看过。啊，因为我从小啊家里条件确实非常有限，我们家里有一个，但是那也是后来买的一个黑白电视。黑白电视呢，我父亲规定是只是晚上7:30以后才开，因为7:30以后呢它有一个天气预报，我们要知道那个天气。后来同学们有那个小人书，我才看到的葫芦兄弟、黑猫警长还有阿凡提。后来长大之后，电影院一旦放动画片我都会去看，我想弥补那些没有我的知识。然后后来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只要是有他们喜欢看的动画片，我一定会带他们看。你看小时候有哪吒闹海，然后又有电视剧里的哪吒，又有这个19版的哪吒，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哪吒。我希望让孩子们就是童年更丰富一些。其实动画片能够教孩子们东西非常非常多。所以你现在采取的方法就是更多的陪孩子去看动画片。对，一旦电影院有国产的动画片，我一定会拉着孩子们看。他不爱看，我也得告诉他们一定要看。报仇呢这是。对，必须看，因为爸爸爱看。孩子们爱看。所以说就会告诉他们国产的漫画崛起了，我们会越来越好。好。动画它不单只是个娱乐，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输出。我们中国里面有很多很优秀的故事，很多很好的人物可以被挖掘的。小时候我们是看国外的 IP， 今天我们居然有这机会可以带着我们的故事，带着我们文化给到国外的观众去了解，我觉得是非常骄傲的。中国动画其实有个非常辉煌的一个历史，曾经我们的水墨动画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我觉得最近这20年透过我们的努力慢慢在跑起来了，从我们停下来到开始跑起来。我还是很希望我们的小孩能透过动画片了解到更多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故事、人物以及价值观。谢谢黄导的分享。我相信随着我们动画片不断的崛起，一代又一代动画片人不断的努力，当我们真正走出国门，就像您说的一样，我们的动画、我们的动漫都可以出海了的时候，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彰显呢？谢谢每一个为国产动画和国产动漫做出过努力的人们，也期待大家每当有一部精彩的国产动画和动漫上映的时候，走进影院送上我们的支持。节目最后也用 vivo S12 系列手机记录下这个难忘的瞬间。所有人被困在感官世界，无需挣扎，沉浮在我的音乐，手找不断，影响下最后通牒，掌握焦点，多么耀眼。科技之声，掌声算好，千变百造，长大马成本是快到，一一代老不听从，无力的风头大无畏，要么和一刀或插座费，天赋教育我给你们好图配，你照家都不会。
抱歉你听过没，就牵着直进退，你要想逃脱，请你先别着急，先排好队，鸡蛋天才是最强武器，靠背体丈量土地，生来就靠自己，一人中山只有我登高傲立，黑夜将你我出敌，恰克破晓将被我阵地，调整呼吸要放松你自己，乐无正解，百赞成歌，跨屏互动的综艺为歌而赞再度来袭，每周六晚八点半浙江卫视抖音共同播出，敬请锁定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共同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公开奇异台视频观看节目，在微博开启王牌硬举独立账号，观众可以下图对节目的优质想法，多种惊喜实况热聊助力治愈，不弃也将不定时开动，来微博跟王牌家族一起迎接元气的家，感谢蓝天大官网、中国蓝 TV 首席娱乐门副合作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百家号、网易新闻客户端、卫视中国新闻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网、中华网、Docker天。I want to break free. I want to break free. I want to break free from your life. You're so obsessed, but I don't need you. I've got to break free.他们把我给拉这球上了，走什么走啊，这还一个人呢。害羞完了，来呀，来帮排呀！您的订单请加超市。马佳琪，蔡大琪，马佳琪是最强，蔡大琪。开始吗？哎，师傅，来来来，开始！欢迎王牌家族，我们回来了。